2017深圳宝安国际消费电子电商采购博览会盛大举行，深圳市怡康乐科技有限公司亮相本次展会。怡康乐是全球领先的健康运动产品专家，公司以 AEST 品牌为主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们今天过来主要就是亮点，可能就是这个安踏滑板车，它是安和一个滑板车，就它对小孩的智力有个抑制的作用，就是小孩他玩这个滑板车的过程中会想着，哎，这个车为什么可以骑，也可以滑，他的脑海里会想这些问题，对启发小孩的智力有个很好的作用。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关于儿童滑板车、骑行车，刚才讲过的嘛。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代步工具，就是智能滑板车、智能电动自行车。怡康乐始终秉承为客户提供更专业、更健康、更简单、更便捷的快乐运动方式的使命，竭力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的运动装备，享受简单快乐生活。